龙虎门是由黄航龙、黄福虎两个出身自武术世家、功夫了得的英雄所创立。他们眼见草根阶层每日受恶人欺压，所以决心要推行练武自强。他们更加收留失学无依的细路瘦武教学，为社会出力。从此龙虎门的牌匾就代表正义，各方的少年都以加入龙虎门为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 身为创办人之一，黄福虎的大仔黄小龙反而要离开龙虎门。自此，黄小龙就要同自己的好细佬黄小虎兄弟分离。